哇，怎么样？哇，陈一梦厉害呀！小 case， 坑蒙拐骗、演戏作妖，可是他老本行。你就不能夸夸我吗？就夸你呢嘛！这份多好意思啊！看到了，快叫！好，在哪儿啊？这家长怎么能一直不接电话呢？我是被冤枉了呀，是我做的我认，不是我做的我凭什么要认啊？看着也不像呀，万一这胶带是地上本来就有的呢？哎，陈一木，停停停，再倒一遍。好，这个角度看起来还挺像他的，不是吧？哎，那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就是那个胶带本来就在你凳子底下的呢？再放一遍吧。你说的那种可能性确实存在，但还有一种可能，你们看那里，那个地方刚好是视线盲区，被老师挡住了。那个女孩和张昊天并排坐，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她的胶带掉了，就刚好被老师挡住了。对，真的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。没错，一般作弊的话都是等巡考老师经过自己的旁边，然后这时候才是最安全的。对呀，一定是这样。太好了，这样张昊天就可以洗白冤屈了。干嘛了？主任，你们几个为什么在这儿？谁允许你们看监控啊？我们是觉得张昊天作弊的事情还是有疑点。对，你发现什么疑点了？我觉得作弊的人另有其人。